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这个顺便就带到了行为艺术这一块。行为艺术我们还没讲过，对，因为行为艺术比较边缘啊，而且到今天为止，行为艺术在中国也没有获得一个真正的发展。对啊，在最早的时候，可以说在中国大陆根本都不认，对，行为艺术是什么，根本就不能作为艺术。我们九十年代的时候，包括我本人参与的有关的一个艺术事件和展览在内，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是要想给装置证明。啊、哦，对 对, 对, 对，当时是不许公开展览，展出装置。哦，我们当时想的是给装置证明，那、让装置成为一个可以公开展出的独立的艺术品。嗯，那么行为艺术那个时候刚刚也出来。嗯，出来呢，就我们就被。我们一般就把行为艺术看成是一个比较暴露狂的一种个人身体展现喽。中国最早的最著名的两个行为艺术家，一个张环，一个马六明。嗯，马六明我跟他是认识的，胡歌明也出来，跟郑帆是一个班的。嗯，当时马六明的作品就是雌雄同体了。啊，的确，年轻的马六明非常漂亮，头发长长。啊，对，从背后来看不觉得是个男的，像个女的。他有一，他整个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雌雄同体。雌雄同体以后就会考验现场的人。所以呢，我们那个年代认为行为艺术它有一个身体的暴露。嗯，那么身体的暴露呢，在一般的社会习俗之下，总被认为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它总是不能完全出来。当年那个给吴明山增高一米的。啊，对对对对对，也是一个重要的行为艺术，但是这个重要性是后来慢慢提升，慢提升，对对对对，慢提升，就前面等于是我们在为装置的证明，为装置的合法性在努力的时候的行为艺术更加边缘，啊，行为艺术到今天的边缘，但它可能在国际上一下子就马上接受的程度就快了，好像张环基本上是。走的是国际线路，国际线路，而且其实马六明在国际，而且在张环，据说在国内的名声当时不太好，他的跟他在一起的这些都闹翻了。哎呀，这个其实我觉得，当代艺术这个圈子，尤其说，尤其这个奔着名声去的这个圈子，也很正常的。其实著名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已经说过了，当代艺术就是一场看我运动，看我竞赛。所有艺术家在这个现场运动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目标，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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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你的呢？看我，看我，看我，这很正常啊。也不能由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把他们完全一笔抹杀。那这个现象很正常，所以张环出来了，一个艺术家出名了，那么他的伙伴们都没有出来，那么大家的一肚子气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个刚刚去世的一年的那个黄永平先生了，究竟是黄永平呢，还是黄永利呢？我现在不知道。这个他去世一年多了，这个当年他出名的一个重要作品就是厦门大当，对不对？对对对，厦门大当不是他一个人的，他这个也算是一个行为，对，我在当现场烧嘛，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厦门大当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四个人的啊，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我同学啊，后来这个我的同学后来跑去做规划去了啊，我跟他到今天我都是跟他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同学，但是我们今天一提起厦门大当就黄永平啊。黄永利，对吧？就是其他人都不见了，这就是当代艺术的某种意义上，从名声上来讲，它的一个残酷性。也不能完全怪这些艺术家，所以我觉得很正常。一个艺术家互相之间扯皮啊，然后说你越出名，周围的人一定越妒忌啊，一定就越愤怒，然后艺术家之间就会出现很多可能不愉快的现场。我们作为一个组织者或者一个批评家，有时候我们就要远离这个东西，这个最好不要裹进去，我们最好能够冷静看。所以我也曾经动员过我的同学参加过厦门达达的，你可以写点回忆录啊，从你的角度谈谈厦门达达，他们都不愿意说了，对啊，然后我就很惊讶的发现这也是个事实，谁说历史是属于谁的，对吧，对吧，你不说白不说，说了不会白说，
说了就成为历史，然后大家都说就看谁说的紧，说的棒，是吧？那个愿意说的人，不断说的人，提到最后今天啊，下班达达、黄永平、黄永利，黄永平、黄永利、下班达达。对，我也收藏了一张那个吴明山正告一词嘛，所以我在收藏之前就研究了一下他的这个故事的 N 个版本，哎、就觉得这个版权问题好严重哦。你说他那个照片是不是吕楠拍的？那肯定是吕楠拍的啦，只是他们当时。吕楠自己还不要那个底片，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事情啊，他觉得我做我的这个艺术，我只是帮你拍照。这说明，然后就把底片分给了他们几个人，然后把剩下的都烧掉了嘛。这说明，吕楠还在这个问题上，我反而觉得吕楠还真的不错，有版权概念。对啊，对啊，对啊，有版权。对他们那些，因为吕楠完全可以把这个变成他的摄影作品。嗯啊、因为大家知道行为艺术是现场的，其实我们如果要追溯行为艺术的某种价值观的话、嗯、它至少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就是反对被收藏。嗯，我怎么能够把一个行为的现场收藏呢？而且行为艺术它必须发生在一个现场啊、嗯，而且这个现场结束了，这个艺术也就结束了啊、嗯。这个艺术结束了它不能被收藏，是要抗拒收藏、嗯、因为收藏使艺术品变得很狭隘的啊，收藏使艺术品变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艺术创作者、收藏家、仓库，但实际上这个行为的记录也很重要啊。你没有记录就这是不知道现场，这是影射另外一个啊，就是说所有重要的行为艺术，我们今天来研究它的时候，我们都只能看当时的现场的照相和录像。对对对。但是这个时候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它是照相艺术还是录像艺术？啊、有的摄影家就把当年拍的这个行为艺术的现场的那个照片就说成是他的作品，有这个纠纷。对对对对对，有这个纠纷的。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吕楠真的是不错啊。首先他不认为这是我的作品，对。第二个，拍出来以后多余的干掉，剩下的你们拿去吧。啊，他自己至少我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吕楠没有就这个事情赚过任何一分钱，啊，对不对？嗯。我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吕楠是非常正确的，嗯，而这种纠纷太多了，嗯，是吧？这也导致我们另外一个问题的延伸，就是说行为艺术是反收藏的，是强调现场性的。严格来讲，现场结束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很不幸，历史学家全部要写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啊，对对，对不对？对对，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之所以能够被记载，那你首先有记载的材料啊，嗯，或者文献啊，对，或者图像啊，或者纪录片啊，嗯，如果都没有这些东西，那还谁记得？对啊，对啊，是不是？而且好像您之前说这个还是跟传播有关啊，你这个名声也是靠这个去传播，它必须传播啊，对。所以所有行为艺术都被收，其实都被收藏。你说这个作品很有影响，你当时影响了谁？证据呢？证据就是这个传播的。所以行为艺术就被收藏了，当然他收藏是照片、嗯、当然这个时候存在一个照片的版权呢、嗯、所以参加那个吴明山增高一米的这几个艺术家每个人都有版权呢，我知道每个人都可以卖照片呢，就是摄影家吕楠，所以我还是认为吕楠做得很对，他没有卖照片、啊、因为吕楠也可以完全卖照片，这我拍的是我的摄影作品啊，那个记录录下那个也是我的摄影作品，所以我好几年前我第一次到澳门艺术中心看中国地区的第一个行为艺术展，真的很完整。我当时边看边在想，我们正在讨论一下行为艺术和传播的关系，因为所有这些行为艺术已经转变成照相艺术、影像艺术、摄影艺术。因为在我们现场看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冒出一个问题：哎，这个照片照得好啊！哎，这个照片照得很有感觉。对，这个照片太模糊，根本就不能做展览。这照片不能做展览。我们讨论的是行为艺术吗？不是，我们讨论的是这个照片不能做展览。对。是吧？这个照片不够完整，是这个视觉本身。对了，这个视觉不好。嗯、哎呀，这个录像拍得好，这个是个专业的人拍的。啊、嗯、啊！对对对对，我们终于知道，他找了一个搞专业的给你拍。当然了，搞专业的拍完之后说这是我的作品。哎，后来有些人反过来说，你不能找专业的拍，如果你专业的拍的话，就变成了摄影作品。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艺术的边界一直在游移。嗯、啊对。比如说，这里讲到从行为艺术引申到影像艺术啊，摄影艺术。嗯嗯，摄影界也很生气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在纪实摄影作为一种文化运动膨胀发展和造成强大影响力的时候，其实艺术界也在做另外一种摄影，嗯，
是吧？ 对， 对，著名的艺术家，比如邱志杰，他拍过照啊，很多拍照，对不对？对，这个，他们拍照，而且他们拍照有一种有一个倾向，嗯，反摄影专业性。对对对。所以管我记得那个时候，邱志杰还曾经公开说，艺术家照的作品，那个那才叫真正作品，那艺术作品，嗯，一定要傻瓜机拍出来。一定要我们一定要反专业，一定要反专业性，一定要反专业性、你要对焦清晰，我就对焦模糊、你要这个好的相纸，我就乱七八糟。那这种有点为反对而反对吧？当时是这样，而且当时在九十年代的的确确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有一批艺术家，他们就是要拍，就像今天画坏画一样、他们就是要拍坏照片，对，坏照片，对，是不是？以至于俄罗斯的一个本来要完蛋的相机，忽然风靡一时。罗姆啊，还有罗姆协会、罗姆主义啊，这个对焦不清晰的、有问题的照片，这个照相机成了一个宝贝，啊，对不对？对，就是坏照片。嗯，所以呢，那个艺术界就藐视摄影的专业性。嗯嗯，然后他们宣称，所有被称为艺术的照片，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反摄影。嗯。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艺术的边界一直在有、一直在变化、行为艺术是反展览的、刚刚讲过的行为艺术一定要讲现场、现场完做完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所有行为艺术家今天都比任何人都敏感地意识到这个现场必须被记录、所以他们今天已经要知道找一个专业摄影家，找一个专业的这个摄像家，他们来拍照，当然了由于版权概念大家都有了，所以拍照之前先签合同，嗯，然后我雇佣你啊，我做行为艺术，小龙你是摄影家拍我，但是签合同，这作品是我的，跟你没关系啊。啊，对，这我是吧？对，以前不知道的时候造成很多纠纷，今天没有纠纷是因为都搞合同、所以我们去欣赏行为艺术，我们有什么时候在现场看呢？有多少人看呢？嗯，是吧？所以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行为艺术终于可以发生在偏远的、贫穷的、奇怪的、从来没有人去的地方，对，但是我们还能看到，超出了，因为它通过影像，对，而影像是传播、这个时候我们又发现，那行为艺术。通过这种方式被传播被研究，你们不觉得它已经被取消了现场性，嗯，被取消了行为性，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延伸到另外一种媒介，对不对？另外一种媒介，这是个问题，但是你不这样怎么办呢？所以艺术的问题在于，当我们提出一个价值目标要反对前一个被堕落的或者被歪曲的曾经的价值目标的时候，但是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你曾经反对过的价值目标，别说收藏，嗯，今天行为艺术家他们也要生活啊，对，对，对不对？他们要生活，对，他们都意识到了我的行为艺术重要的不是观众啊，重要的是请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拍照啊，什么都是假的，拍照最重要，是不是？Peace out.